门诊大厅扶梯上嘛，当时是一位家长带着两个小孩准备乘扶梯上门诊二楼，由于这个大人的疏忽吧，其中的一个叫小孩是一个小女孩，独自上这个扶梯嘛，没有站稳嘛，一下子就摔在这个梯子上。当时在附近执勤的一个保安小哥看到就马上飞奔过去嘛，然后他就用双手把这个小孩给他拖起来嘛，有两个护士姐妹，然后就看到这个情况，就赶紧跑过来把这个电梯的这个扶梯的这个按停嘛，把这个保安就扶起来，小女孩是没有受任何伤，保安小哥的话右手好像受了这个轻微的伤嘛，或者发一个容易震伤或者紧急